佩珊，你不能轻敌哦。好，你要拿下今天的最高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傻瓜。欢迎佩珊。为了在这一次踢馆 PK 赛中能够以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，吴佩珊克服了从小不敢看牙医的恐惧，特别抽空去知名牙医诊所做美白治疗，希望牙齿每次上镜头偏黄的缺点能够得到改善，也希望做完治疗的一口闪亮亮白牙能够帮他带来闪亮亮的成绩哦。吴佩珊在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的歌喉真的很好，只是说他一直没有机会，那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前十强能够脱颖而出。吴佩珊加油。各位听众大家晚安，我是你们的疗伤 DJ 佩珊。台北的小佳写信告诉我，他说在感情上他一直很受伤，觉得自己很傻。接下来我要送这首歌给他，告诉他其实我们都一样。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眼光闪烁，爱没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懂，故作软弱，撒娇害羞，只是有一点别扭。傻瓜也许单纯的多，爱的没那么做作，爱上了我不保留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忧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傻瓜。爱情伤了忧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，却又再一次受伤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受了伤却不投降，相信付出会有代价，代价只是一句。好的，刚刚呢，达拉同学呢，现场的陪审团，七十个陪审团给你是55个灯。佩珊呢，唱完这首《傻瓜》，我们看到了有63个灯给佩珊。那我们就要马上看看两位的今天的总分喽。好，先看看今天达达的分数是。70、80、81、82分，谢谢。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吴佩珊的总分是40、60、80、86、87、87分。谢谢。哪一位老师想代表一位为我们奖评？显然就是达达就是佩珊以前的翻版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佩珊以前唱歌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太多了，太多的表情跟哭腔。好，谢谢达达，恭喜佩珊过关。比赛至此，
落入暂时淘汰区的有对上魔鬼女生高蕾雅的白吉胜，与踢馆魔王正面交锋的李佳，遇上新加坡国宝的纪文慧，三人将进行六十。